我们要来讲的是陈澄波在上海时期一幅非常重要的参加当时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一个参展作品《筹访之午后》。那这一幅《筹访之午后》就是收藏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一幅也是很有戏剧性的画、哦、怎么说呢？因为一开始我们在很早期陈澄波的画里面的一些注录好了，或者是书上所刊载的，因为他就是那个30年代在上海活动嘛，那这一幅画通常都是被称为苏州，然后1932年，那当这一幅作品被北美馆收藏之后呢，我们经过有一次大的修理，就是把它修复哦，然后把之前的比较看不清楚的凡尼斯比较脏的地方把它清除掉，诶，那个字看起来不是32，诶，怎么看是29呢？那后来经过研究可以发现那一幅画应该是29年，而且是参加当时在中国有一个1929年4月、哦、有办理一个中国的第一次全国美展、嗯、那陈澄波以三幅作品参加，目前可以看到了剩下2幅，那这就是其中那一幅，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当年参加的画册呢就是叫做《筹访之午后》，那当时大家也都一直以为哦，就是画苏州有很多染坊嘛，那一直不疑有他，一直到了前几年呢中央研究院跟陈澄波基金会，然后他们 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它做那个画作的 Google 定位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我们从美国的 Duke 大学杜克大学的一个资料里面找到这一幅画呢，是一个叫Gamber 的一个 Princeton 大学毕业的一个美国的社会学的学者，他曾经在中国，就是也是那一段时间，差不多陈澄波去中国的那个前后的时间呢，他在那边也待过4次，在做研究调查，他刚好的拍了一组照片，其实应该很多组，可是其中有一组照片被 Duke 大学收藏了，也是就是前一阵子被发现了，他们取景的角度就是几乎是非常接近的，可是呢那一个图片上面有写了一个字叫做杭州，所以这幅画突然就从1932年的苏州变成1929年的杭州。要选这个染坊附近的景色，是因为它刚好有那样的一个漂亮的桥，拱桥，然后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很多古老建筑物，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视点就是很漂亮，所以我们对照着看那个照片跟那一幅陈澄波所画出来的那个风景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更非常的缤纷的，因为染坊上面有很多垂下来的丝绸啊，就从天际这样子把它倒垂下来，然后再倒影在那个小运河，那整个的感受就非常的波光粼粼哦，然后色彩非常的缤纷，再搭上很多陈澄波喜欢画的一些点景人物啊，就是相亲相爱走在马路上或者是桥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物啊，还有他喜欢画一些比较近代的一些比如说电线杆啊或者是铁线啊这样的一个景，他就可以在一幅作品里面呢可以看出来很多的曲线啊，或者是拱圆弧啊，或者是有一些线条是可以破坏那个僵直的垂直的立面，有一些弧度的这样的一个韵律感，再加上那个直的丝绸，再加上印在水面上横的那一个就是各种颜色，有一点像印象派那样的一个画水的那种倒影，其实就是非常有趣。那更有趣的是它其实在中国很重要的除了是当老师教西方观点的一种西方绘画的形式之外，他也从中国的一些水墨画的技法里面去写一些比如说元朝泥瞻的笔法啦，所以他在右边的一些树的画法上就刚好有像元朝的那个元四大家里面泥瞻那一种笔法，很有趣哦，那些树叶跟枝干就好像元朝的那个笔墨，然后他就这样子把它中西融合在一起，然后就让人觉得非常的丰富有趣了。